这个是3个多月以前我老公给我偷拍的，看看这肚子多大了，哎呀哈哈，旁边这俩丫头是我生的两个宝贝，老大已经20岁了。再来看看我现在的体型，这肚子明显就没了，好开心呀。Hello， 哈哈，开心。作为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人，没有什么能比这保持苗条的体型更让人开心的事啦。嗨，各位亲亲们，你们好，我是70后小阿姨芳芳。怎么样呢？看了我的这个前后对比视频，有没有让你也感觉心动，想要马上行动起来呢？咱们现在就去运动吧。今天我要进行的这个运动呢，它依然是我的20公里长跑。最近呢，我发现我的这个身体是越来越轻盈，越来越苗条了。这个呢，都是我一直坚持慢跑的这个结果。那么通过我自己的亲身实践，发现这个慢跑呢，的确可以减肥，但是它的这个效果是来的要稍微慢一些而已。但是这个慢跑呢，它绝对是一项最经济、最实惠，也最能让我们身体感到舒适的一项运动。那么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通过慢跑来减肥，获得这个苗条的身材，那么希望你在慢跑之前呢，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心理准备哦。今天的视频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